足音歌手带来的《霹雳枪口令》。下一个粉红逃跑的，请准备。一个姑娘真正古锥，有人讲伊真美丽，不过伊做人真奇怪，因为伊只管鬼人，高中着伊的苦。交伊做朋友，变怎样？为怎样会来收伊？伊迄个小姑头早抱着一条粉红来弄的泥梦，身边的彼角小摇人，有时阵伊也开心，轻轻微微笑一个，虽然伊不是真心。为怎样为你受伊伊迄个小姑娘？谢谢我们中国个性团队带来的《迄个小姑娘》，主音歌手。孤单一个，想到你半暝，有时想到天未光，无朋友，小女的心内苦苦的，对心情怎样全然无理睬？我梦内都是心事。陈金霞、吴慧英、陈宝贝带来的粉红逃跑。